蒸好了肉签子，熏五分钟，肉时刻融化好的黄油，再次搅拌均匀过，从一头卷起来，撒上抹茶粉，毛巾卷制作完成。喜欢雪慧的朋友点了爱心支持，感谢大家。清水没过牛肉，加入老抽，扣下来个圈，蘸蛋液、面包糠，又成油温下锅炸至金黄出锅，美味炸酸奶完成。我告诉你啊，过年了，年夜饭餐桌上少不了丸子，寓意着阖家欢乐、团团圆圆。金针菇切碎，胡萝卜、香菜分别给它切碎做菜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呗，非常感谢。然后品牌方看到了，就给我寄了六大盒，真的是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但是这个蛋糕也是的进口乳粉，奶香味真的特别浓，外皮 QQ 弹弹的，还能拉丝，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鱿鱼籽加鱿鱼肉，吃起来不腥哦。炸骨180度十分钟。听老年人说，过年吃带鱼就往下看，菜市场保酥脆，加入适当的长江水。